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，我愿意接受一切调查。现在学校是这样决定的，暂停你的系主任公事。先别着急啊 ，Kale， 我非常相信你的人品，学校也绝不会只听高一的一面之词。但是事情总是要调查清楚，给我们点时间，你能理解吗？当然，当然。院长。要不这样，我呢，索性请几天假，我的课先让黄超帮我带一下。我看也行，你干脆在家休息几天啊。现在这学校风言风语的，你面对学生可能也有压力。给我们点时间把事情调查清楚，你再回来。好。齐老先生，早上好。你才老啊！齐老师，早上好了。别跟我套近乎啊！我不配有你这样的学生。我不是你的学生，我是你的邻居了，睦邻友好了。邻居？还睦邻友好？睦邻友好这四个字是你说的吗？你以为你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呢？齐老先生，这是我的友好态度了。这什么意思？拜访一下了。想跟我做邻居？对呀。你做梦！你看看这谁敢把房子租给你？慢走，不送。齐国胜。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好，你给我等着。哼。老黄，那我和柳院长请了假，跟柳院长都已经说好了，我的课你帮我带一下。你怎么这么冲动呢？这怎么是冲动啊？换了你呢，我当不了系主任，那公事就贴出来了，很难受的。不是，何必呢？这学校也不会只听高一的一面之词，这停公事也是正常流程，你再忍一忍。我当然清楚，但问题是我在学校里，这学生老师在背后指指点点的那个滋味不好受。我想了想，去求的，索性我回家，先安静安静。行，你啊，这个事儿不要跟肖楠说，管住你的嘴啊。行。你咋不回去呢？我腾腾时间啊，我这时候回去，我怎么跟肖楠交代啊？
谁呀？这谁呀？这是，这是谁干的？缺德不缺德呀？我刚扫了一身汗，刚搞干净了，你们有没有一点公德心呐？啊？还讲不讲物理友好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有种了站出来，你露一脸，让我看清楚你的丑恶嘴脸、狰狞面目。来呀、啊！我今天就在这儿等着你，啊，咱看谁能耗过谁。扔啊！怎么不扔了、啊？接着扔啊！你干什么？你这是？齐老头，虽然你不想跟我做邻居。但这个不是你想不想的事情哎，这是你必须接受的事实哎。你从人家理发馆进去，你两小君子啊，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。我有租房合同，我是合法邻居，警察来了也不管的。人家好好的生意不做。把房子让你住，对呀，凭什么呀？我给的钱多哎。你有病吧？你这是为什么呢？齐老头，把你的门打开，请我到你家去做客，我就告诉你为什么。隔壁不是美发店吗？怎么能住人呢？当然可以了，我就喜欢这种老旧风格，这叫时尚，懂不懂啊？那老古板肯定不懂了。回头啊，我得找隔壁老王，跟他好好说一说，怎么那么不开眼呢？把房子租给你这样一个危险分子，你以为我愿意跟你做邻居啊？那你来干嘛呀？还不是因为齐天佐。我女儿好好的在新加坡上学，可是她现在却瞒着我跑到玄武大学做什么交换生，为什么呀？肯定是齐天佐这个大骗子把她骗来的。你才大骗子呢！我告诉你，齐天佐是我长子，不是骗子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据我了解，他们俩已经没什么亲密往来了。天佐。这臭小子亲口告诉我的，他不想结婚。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想结婚吗？因为他想不停地泡妞啊。看来你对你儿子是一无所知啊。我告诉你，天塌下来都不会耽误他去泡妞。我的女儿可以跟任何人谈恋爱，但就是不能跟齐天佐。所以我才搬到这里来，我就是要看着这个大色狼。谁色狼？你才色狼！你老色鬼！你看看你，哎呀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了，一天到晚打扮的花里胡哨，招摇过市。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这叫 fashion， 懂不懂啊？时尚 ，Do you understand？ 哎呦，你也是江宁人，就别拽了，行吗？你还 fashion， 你别糟蹋 fashion 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虽然拦不住你做我邻居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做你这样的 fashion 的亲家。你终于说了我一句心里话，我爱死你了呀！行行，别肉麻了，行吗？成交。成什么交？不做亲家呀。好，但是我有两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我住在隔壁的事情你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包括齐天佐还有叶敏仪。第二，
我一定要准确地掌握齐天佐的讯息。如果他跟叶明一见面，你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凭什么呀？凭我们不做亲家呀。成交。好，走，不送。把你这破酒拿走。睦邻友好啊，懂不懂？老古板。好你个头。先送他，我可以打车。你打什么车呀？你今天周三外国文学史，你这让同学都等你上课呀！快点，而且周一打不着车，不是周一，别别，而且这早上上班打不着车，没有人车拉，你快点。别听我，别弄我膀胱受不了。我起来，我起来，我起，我起，我起。快，快，我去叫秦墨文。你把我拖鞋弄哪儿去了？哎呀！姐啊，不是早就说要来接收了吗？怎么还没来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也不，不，你跟那周总签的合同吗？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那当时说好了，钱一到账，五个工作日过来接收，一直也没信儿。那我再问问。你快快快，问问问问快。喂，周总啊，我是肖楠。您什么时候过来接收啊？还回头再说啊。喂，喂，给我挂了。挂了，太奇怪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我自己过去问问他。啊。哎，姐姐，这不能停车。跟你们老板说点话就行。哎呀，他看到会骂我的。干嘛呢？这么专注？养蜗牛呢，正升级呢。你等一会儿，立刻就好。行，你玩着，我说着，说完我就走。姐，你可真是个高人啊！说完就走，那我还怎么玩啊？你说吧。你是不是前头把脑子烧坏了？又怎么了？合同都签完了，我也提醒你好多次了，那个店早该移交了。不着急。你不急我急啊，合同签了，白纸黑字儿，这事儿就算数。你不拿走，我在那儿一直看着店，当我雷锋啊？
店是我的，但是移交之前所有利润都是你啊，怎么当你是雷锋？哎，没这道理啊。我今天呢把那个流水跟明细都带来了，你现在就跟我走，咱俩正式把手续办了。咱别那么着急，行不行？我先看看，我先看看，好吧？这流水多漂亮啊！这要是盘给我了，你多亏啊！你帮我应了急，值得。这样吧，80万呢，算我借你的。你什么时候有了，什么时候还我。我周到呢，是爱钱没错，但是这种便宜我不占。那不行，在商言商，而且这跟占便宜没关系。那我话都已经说到这儿了，就这么办吧。不行，你现在有两个选择。第一呢，我向你借了80万，每年我付你15%的年息。第二个呢，这个店我继续打理，直到连本带利的全还给你，你选吧。随便吧，你看怎么方便怎么来吧。行，那谢谢周总。以后别叫周总了，叫我大名就行，生分。哎，还有个事儿啊，多问一嘴，为什么盗嘴的钱还能吐出来呢？姐，我就想跟你交个朋友，你觉得这借口怎么样？我的荣幸。我也是。哎，还有你那破车，别老停我门口啊，特别闹心。看心情吧，钥匙。我心情也很重要。哎，进化了耶！莫文，姥姥想他，送姥姥那儿去了。你这个不是已经把店都卖了吗？怎么还是早出晚归的？嗨，那人吧，挺可以的，说这个这不算卖，先算借钱给我。什么意思？就这人挺仗义的，拿咱当朋友，我就先给免费打着工呗。哦。哎呀，行了，我都不在意这事儿，你别提这个。没事啊。那个，你以后还是别送我去学校了。为什么？我怕你辛苦。哎呀，老公，我不辛苦，这样多点事儿啊，哪能让你坐公车呀？那肯定不行。再说了，我这能力，这不出2年，我肯定又开一家新店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赵头，你俩今早去哪里了？哎，
你是个鬼啊！你吓得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瞧你那点出息！我说你鬼鬼祟祟的跟着我干嘛呀？啊？我怎么知道你要干什么？我就是要看看你到这里来干什么。你管得着吗？你好奇心怎么那么重啊？我就是要跟着你，我要看看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坏事情。征婚呢，给七天了。哎，这个很好玩的嘞。哎，澳门没有了，带我去参观一下。走走走，您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！不要那么小气啦，我去看一看多好啊！你别跟着我啊，你再跟着我我就报警。你除了这一招还会什么？这里是公园嘞，你能来我也可以来。警察叔叔来了，你小心，我告他，告你是神经病。我说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把你脸皮撕下来扔到马路上。大卡车压三天都压不透，比你这个老树皮要强吧？你这个老树皮是不是让人小孩子划过？走走走走，你一边跟小孩子玩去，走。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啊？哟，男孩子啊，28岁，大学毕业，月薪10000，身高1.8米，本地人吗？本地人，哎呀，头一回来，没经验，忘写了。我女儿也28岁，身高1.6米，大学本科，公务员，也是本地人。咱们聊聊吧。哎，好，聊聊聊聊。不是，聊什么呀？怎么聊啊？还能怎么聊啊？互相看看照片，聊聊条件呢。这不都有照片吗？就这一张照片啊。还有吗？啊，有。哦，还不错，挺好的。还有这个，我看一下啊。哎，好漂亮啊！好好看嘞。什么？我儿子跟你闺女谈恋爱，我还得先立遗嘱。当然了，我们家是独生女儿，你3个儿子呢，你要是死了，这房子归谁呀？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这是。你儿子身高、长相还是不错的，但是他的工作收入就一般了。他最大的优势就是你们家市区那套学区房。你嘴上说把这房子给他了，口说无凭啊，你得先立个遗嘱。不是，你说我现在都活得好好的，我立什么遗嘱啊？再说了，这八字还没一撇呢，怎么就琢磨琢磨就送我走啊？这叫规避风险。如果突然有那么一天，对吧？那个时候你大儿子、二儿子来抢房子，你还能从棺材里蹦出来。我说你这人会不会说话呀？谈恋爱就说谈恋爱，怎么一会儿让我立遗嘱，一会儿又咒我从棺材里爬出来？我说这位姐姐，你说话也太不着调了，哪有这么算计别人的，太过分了。跟你有关系吗？我这人呐，看到不对的事情就得管。你们两个人根本不是一路人，快走吧。多管闲事！哎呀，你到别的地方去找找。哎呀，真是有这样的人。谢谢啊。不用谢。你这是给闺女找对象啊？是的。来，坐坐。这今年多大了？32。你儿子呢？28。可惜了。很帅的。你广东那边的？从澳门回来。
儿子还是女儿？我是女儿的。你好啊，我是儿子呀。啊，不是，我有个儿子，你看，30岁，1.81米，海归金融硕士。你女儿呢？关你什么事了？你来这相亲角不是相亲的吗？谁来相亲的了？我不是的。你儿子怎么能配得上我女儿了？你看看他长什么样了，脸还是方的，像个板砖一样了。哎呦，不可能！你神经病！生气。来，喝口水。哎呀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自己有热水的。这两天我总到这儿来给孩子相亲，着凉了不舒服，得按时吃药，可不能给孩子添什么麻烦。哎呀，谢谢。相亲啊，当妈的操持的多。哎，你爱人怎么没来呢？哎，我老伴儿去世好多年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你没再婚吗？怕找个后妈，孩子不受气。也是。你有几个孩子啊？仨。哎呦，儿子。哎呦呦呦，3个，够你辛苦的吧？哎，一个一个的都不省心。你看。这老三追了10年的女朋友刚吹了。哎呀，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以前是教师，退休了。哎呦，怪不得一见你就文质彬彬的，像你这样的条件再婚肯定不难了。你想找什么样的老伴儿？你都有什么条件呢？我有些同事以后可以给你介绍介绍。我暂时还不能考虑这事儿，我得等3个孩子都成家了，我才算完成任务，才能解决课上问题。也是，我跟你想的一样。是吗？其实我跟你的情况差不多，我丈夫也去世了好多年，也是想等女儿结了婚再往前走一步。哎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呐。那个，我给你加个微信吧。回头啊，要是有合适的，我可以帮你儿子介绍啊。好，好，我加你。你通过一下。我叫张淑慧，工长张，淑呢是淑女的淑，慧是秀外慧中的慧。贤淑聪慧，任如其名。我姓齐，叫齐国胜。那好吧，齐老师，你先忙，我先走了。好。贤淑聪慧。名如其人，我的牙都快酸掉了。我说你下作不下作？你才下作！假证件，我要是你，马上扑上去，立刻搞定了。你个臭流氓，我懒得理你。我有一个让你儿子迅速脱单的办法，你想不想听啊？我不想听。想好了再说。Follow me。
看帅哥，看帅哥了，都是帅哥了，有没有男朋友啊？多好啊，大学毕业了，很高的工资的，一会儿过来啊。太丢人了，我还不如去相亲角呢。徐国胜，按照你那个搞法，再过五年你儿子也是打光棍一条啊，你信不信呢？我宁愿他打光棍，我也不能在这儿啊。这种地方怎么了？我们试一试好不好啊？啊，我敢保证啊，今天晚上肯定有20个姑娘加你儿子微信，要不然我就白活了。100个我也不要。你看看这小姑娘一个一个穿的，我眼睛都睁不开了。我，哎，这老，你们，哈哈，看看马来了。来酒吧相亲这么酷啊？当然了，来来来，扫一下，扫一下，扫一下，来了就扫一下了。哎，扫完这个，再扫这个了。这个，拿好了。齐天，28岁，1992年6月6号，还是双子座，跟我一个星座呀。是吗？还是视觉设计师。哎，大伯，视觉设计师干嘛的呀？视觉设计师是这样的，你们所看到的，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要经过设计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的房子，这个夜店。都是要有设计师的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好厉害呀！这要说都要设计师，不然的话怎么会能显出好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来给你下下酒。小姑娘你好漂亮啊！哎，要不要加一下啦？哦，不了，谢谢。哈，这个太年轻，来，我们加一个微信好了。不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在工作，加不了微信。我帮你把酒打开吧。好啊，谢谢。大伯，那你是帅哥的爸爸吗？帅哥怎么会有我这么潇洒的爸爸呢？帅哥的爸爸在这里。哦。这退休的光荣的人民教师，桃李满天下了。好，谢谢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喝酒。好好好。大伯，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有点喘不上气儿，待会儿就好了。你要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，记得叫我。哎，谢谢啊。美女啊。以后不可以叫我大伯，大伯在这里啊。那我们叫你什么呀？叫我哥哥啊，我是哥哥了，对不对啊？嗯。哟，邪了，13个人加我，啊？哎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都是女的呀，宁反桃花啊，这数也不吉利啊。又多了24个了，天哥。嗯，这都镀过脸深度装修过呀，这删了吧。别呀，推给我，推给我。哎，好好工作，中病毒了吧。这老不要脸的要出事儿！再来，走走走，你跟我回去。哎，这干什么呀？我们跳舞了。哎呀，你就不怕警察把你当流氓给抓了？我们一起来跳了。哎呀，你再被警察抓了，我可不会再去派出所捞你了。哎，来，我们一起再来。Thank you.
小木，喂，哎，小木，怎么了？车里。哎。小木。那啥，不好意思啊。哪儿呢？这儿，这儿，这儿。里边吗？对。快走。到这儿来给我相亲，疯了吧？他耳朵不好，心脏也不好，就是音响他绝对受不了。是啊，我刚刚看他脸色特别不好。他自己来的？不是，是和一个哥哥。什么哥哥？哎呀，准确来说是一个大伯，但他非得让这儿的女孩喊他哥哥。这太变态了吧？这不花心大萝卜吗？我爸没有这种朋友，没有。哎，齐天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边。在哪儿呢？啊？嗨，齐天，哎，你怎么不通过我们的微信啊？哎，这。爸，是怎么回事啊？走，去医院吧。哎呀，啊，让那谁给我晃晕，我再躺会儿，缓缓咱们就回家。你真没事儿？没事儿。姑娘，今天多亏了你啊，七天儿，你得好好谢谢人这姑娘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叔叔，这个事儿谁看到都会帮忙的。哎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心眼儿多好啊，这姑娘，赶紧加个微信。加微。哦，我现在加，现在加。赶紧通过。行，我马上通过，马上通过。我通过了，通过了。叔叔，我要不帮你们叫个车吧？你不还上班呢吗？你赶紧去忙吧，这没事了。行，那你照顾好叔叔。好。哎呀，赶紧去追呀！我追什么？孩子。徐小沫，徐小沫，徐小沫，谢谢你啊。没事儿。哎，小莫。嗯。哦。祝你相亲顺利。哎。那我先去上班了。哎。哥，嗯，爸昨晚去夜店了。去夜店干嘛？帮我相亲。真够与时俱进的。俱进个屁呀、啊！差点挂了，幸亏一个小女孩及时给他吃的药，要不现在还在医院躺着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啊！你就作是不是？怎么说话呢？你高血压、耳朵背，反应又迟钝，你跑夜店干嘛去啊？你不要命了？我纯属意外。爸，你这画风不对呀、啊！您是夕阳红的，怎么跑去夜店呢？我说了，纯属意外。什么意外啊？我呀、啊。正好碰上一个从澳门回来的老华侨。澳门回来的？姓什么呀？姓李吧。李什么？就这老李啊。我在相亲角给七天相亲，就碰上了。他说我上那种地方相亲太 low， 要带我去一个什么时尚的地方。哎，我想啊，试就试试就试试呗，兴许有什么收获呢。哪想到那种地方，哼。哎呀，
那个乱呐，一个人跟都疯了似的，那音量吵的呀，我这耳朵都给炸的受不了了，然后再加上缺氧，都晕过去了是吧？哎，想想都后怕。回忆反思，期待心事满腹，开始变得脆弱，变得无助。你习惯向全世界宣告着孤独，可有人触动你却潦草回复。新鲜未知的事物总引你注目，偏偏你仍旧被束缚于现实的残酷。你觉得自己可有可无，你站在十字路口回顾，换过被交过心的人，怎么可怜到屈指可数。你发现眼前一切仿佛全部都与你格格不入，像是现在一片昏暗的迷雾，再找不到来时蜿蜒的小路。你觉得自己可有可无，你站在十字路口回顾，碰过被交过心的人，怎么可怜到屈指可数。你发现眼前一切仿佛全部都与你格格不入，像是现在一片昏暗的迷雾，再找不到来时蜿蜒的小路。